主料：挂面300克，黄瓜100克，辅料：油5克，盐3克，味精1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把面条放入锅里，加点盐，搅拌一下，加点味精，把面条煮熟，加入黄瓜条，煮熟以后装入碗里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：喜欢酸的可以加点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